据悉，雨果经典著作《巴黎圣母院》改编的同名音乐剧将在中国开启巡演。这部《美与丑》《信仰与欲望》《爱与恨》《高尚与卑劣》《承诺与背叛》《奉献与占有》《死亡与救赎》跌宕起伏的情节浓缩在短短150分钟的舞台，在从天而降的大钟里倒挂，在巴黎圣母院的高墙上攀登，在云中横杠上漫步，跑酷营造出你死我活的战斗氛围。高空直线下坠，全是残酷死亡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